Hello, Michael. My name is Wendy, right? Oh, your mouth, what happened? You're Wendy, right?阮兜后边啊，
翻工到如今。
好啦，高兴啊，高兴啊！江水船啊，会暗时的开船啊，来船吧，别开船啊！开吧，别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啊！啊啊！来。怎么都懂这些？哇！但是，一边看过，一边山，看到一个小弟哥在遐打船哦，阿明在边头打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多笑呀！哦，伊个台湾要唱啊啦！关于山哦，关于顶和头板哦。不是你们长，只要我长大。好，爸爸真伟大。好，开始。哎，太保健。大声一点。三。太保健。都。大大太保健。大声一点。小八，走吧。哎，再来听一挂好评价，这评价哟，啊，好评价的，小姐不停息啊，不停息啊。不单打，不要不单打。A B C A B C D E F G， 好，再讲一下，要不要唱 A B A B C D E F G？ 不会唱，所以你不要。你不会唱，我硬的，我要给你了。你唱 A B C D， 因为没有了，问来就叫我唱出来。大家没有人听，大家没有人听啊，没有人录影。他怎么就会唱就没办法？没有人录影，唱 A B C D E F G。我是小张改的呀。无啊，这你下起来。啊嘛是你没听嘛，你听。那个你没了，你把我来嘉宾了。我感觉冰冰怎么样？那倒没。给你讲来。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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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去读大学哦，卡拉 OK 大学毕业未？一巴头去，一巴声咧，一巴头，哈哈哈哈哈。我等一下呢，袂歹听啦，好啦，用这个等一下呢。来来来，现在这样，谁干？你到午夜离开晚上，来来来，我换一个，你做平台，我做神秘了。平台。啊，搁在比动作吧。对，你做产品的，我来做音材，然后我不要练，我不要练哈。啊，教你几个，我来。啊，我练一下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是在挂？挂在哪？哈哈哈哈哈。你五个。啊，搞我嘞。客家话是三个字。阿咖喱，哇，喊咖喱是啊，客家的客家人啊，喊咖法，客家话那个话，我是，我怎么呢？是三个客家的，三笔个多少钱啊？在看这，我看这了，闭手画脚。我心里不得。动作我闭手。哎，我姐妹同学，姐妹兄弟都好会唱。八个，应该也是。啊，就是你。
他们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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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
我真的去吃掉了。
停无调了，我袂走。我在休息，在休息。哈哈哈哈哈！休息，哎呦，我一定要把它给收拾。唐朝，唐朝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啊？唐朝在读书的。有过啊，当年听的啊，听的，唐朝教阮啊，不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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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山山谷下，看秋光落叶飘飘飘。你就别教阮唱，我音乐嘛，我十日拢袂晓，啥物歌阮拢会晓。嗯，啊，对对，有啦，五月花呀，红灯。厉害吧，真的。好，五月花，五月花，你不教。天哪，只有我替你唱，好吧？好啦，好啦。
天下女性八八关，顺情顺意头一棒。无疑是樱花水性，也无概念十年的未来。我看你差了三十年。当伊五月花出现的时阵，一直绝情对伊啊！我是要怨叹啥人的？世间有真侪男性放散女性，但是只有我，只有我是比女性来放散的男性。我分你五月份，我分你啦，啊，换你唱。第一我唱，什么歌啊？五月五月花。男性行酒家是为着应酬，但是只有伊，只有伊来勾引着我一片的真心，甘愿去做酒家奴，这是啥物道理嘞？啊，很重要，最懂我的心就是你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没搞清楚，你这位谁啦？我今来，我今。
你是谁？哇，你的牙齿怎么了？阿姨，你顶摆就无遮敖唱歌咧。你来吃饭鱼，吃饭鱼做啥物？我比我吃牛比花，用小五千斤难比贵，做人青春有几回？你去，你去哪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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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给你们看看嗯啊啊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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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你啦！好食叫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为笑，青春命，笑着饮歌，送南风，花醉千金酒浓酿，天涯。青春花香白露，花依春泥。这多少声啊？我卖唱一条，我唱。我唱会唱这个。我唱起故乡吧，来就老老来。这多少声啊？我也唱过一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人生啊，你看我的现在，路就是来路的呀，生就是天过过几过，也未来看每分的时代，你不该不该欺骗我的爱，为你打过就。纯情的爱，何里在？主呀，是啥个哟？就是几个几个几个。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两件事Yeah.
我来了。
分啦。好啦，大家分对了。这不可以了，我。再听几下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呀！咋？Thank you.
强呀，他是那什么呀的娃呀，什么呀的娃呀，他是那什么呀的娃呀。陈宇正，快点了，陈宇正。太高了。
限定十三万高嘛。拢七万个高万两多啊！吼，七八个，七八个啊。王金宝哈，哎，他哥哥也渐渐赶上了。香蕉节，有鬼吗？就是。大鱼。哦，啊，刷到六十八块钱。你的感情是吧？反正有六十八到几千。是哦，有鬼吗？是吧？他家在六十八，后来他做买鱼。那蛮好。啊，你最闲了，你最闲。小时候啊，那时候。适度的温泉，不上去了，童话村都没太翘。因为童话村笑死。迅速吸收体内的胃酸，解除胃痛。